是多的，我们这个阳经的子宫颈就是前方这块比较紧张，而且容易酸。对，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爱好者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就是在用哑铃做侧蹲举的时候，由于肩颈比较紧张啊，特别这个肩颈容易上提，导致你脖子的周围的感觉比你上肩收缩感觉要大很多。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动作，去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容易这个出现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平时日常工作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导致了这个肩颈、肩胛提肌、上肩关节比较紧张。那么因为我们手上拿哑铃的时候，哑铃的阻力朝下，那么正好我们上肩关节和肩胛提肌发力方向是收缩朝上，所以说当我手拿哑铃在最底端的时候，优先对抗阻力的其实就是你的上肩关节和肩胛提肌，而我的三角肌收缩其实最底端在这个时候，它的发力方向其实水平朝外的，所以说教给大家一个方式，找一个上肩带，这个肩旁边一般都有，然后把它调到20到30度左右的角度，不要太高，不要超过30度，然后单手握持哑铃，侧身。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单手的一个侧蹲举，记住角度不要太小，咱们说了0到30度是杠上肌作为一个主动，咱们角度稍微大一点，这个时候脖子也不要往这儿侧倾了，自然的放平就可以。这个时候你做的时候会发现，哎，你的肩颈就没有那么容易紧张，中枢的感觉会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哑铃的阻力朝下，而我这个时候因为往侧了，我的这个三角肌中枢发力方向正好是手指朝上啊，因为我身体侧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优先对抗阻力的就是我的三角肌中枢，而我的肩颈的发力方向是肩颈水平朝上，在水平方向上是没有阻力了，所以说这个方式可以对于很多肩颈紧张容易启动的人来说的话，能够更好的优先自己的三角肌中枢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